绑在背后，绑得牢牢的。现在啊，终于可以跟你好好的晚上了。自然多好，你的身材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好喜欢你，我喜欢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。人家要在你脖子里种个草莓哦，嘿嘿，怕吗？怕被你老婆看到吗？我不管啦，我坐了坐，我坐了坐，我不管，反正你被绑起来了，你也动不了了。好了，小草莓真就好了，你看啊，好看吗？粉粉的，既然左边种好了，那右边的脖子上也要种一个吗？这样的话呀，才对称。很痒是吧？是不是很痒？宝贝儿，这边也种好了，现在两边都对称了，可好看了。人家种的草莓可好看了，很粉很嫩哟。一会儿拍照给你看。亲爱的，我今天穿了你很喜欢的超短裙，蕾丝的，还穿了你喜欢的丝袜。人家呀，现在想要脚脚穿着黑丝袜的脚脚来踩踩你的脸，好不好啊？亲爱的，被我用脚脚踩脸，什么感觉啊？舒服吗，宝贝？我弹自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清楚的看到我穿的内裤啊？看到什么颜色了吗？喜欢吗，宝宝？你现在脸好烫呀，脸好烫呀。今天都是黑色了吗？我来给你照照啊。
我好热，我要把我的小衬衣给脱下来。韩国，看到我的。你的下面，你的大黄瓜变硬了呢，好硬呀，跟个光棍一样的，跟光棍一样的硬啊！怎么办啊？是不是想被我的温暖的潮子来滋润一下呢？是不是啊？怎么在抖动？很想让我坐上来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在这之前呢，不会这么快的满足他的。你等着，我还没有品尝他的滋味呢，先让我尝尝他的滋味，好久没有吃了。大黄瓜，人家好饿，想吃了。